当步步桂林来相助吼，我咱遮好朋友吼，做人拢足好诶。那有咧欣赏着咱诶节目是啊，对啊。啊，当然吼，我感觉讲吼，你讲啊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吼。所以吼，当然咱不单上诶节目来甲咱做遮进行，啊嘛希望着咱现场好朋友有咧甲咱欣赏，有咧甲咱注意收听吼，咱诶舞台上诶水姑娘啊，会特别感觉足欢喜。对啊，对啊，有当时啊吼，诶，咱好朋友拢食伊个，啊，咱拢笑咱个吼，有点会孤单寂寞，觉得冷。尤其是这个冷冷的天气哦，对，要有一点么温暖哈，嘿，所以感觉着吼，咱现场好朋友吼，哇，这个热情的双眼直视着我们，对，我们就特别的开心哈。啊，等下在咱来这个中间段后边边有一半百的时间哈，啊，咱的好朋友吼，若是感觉讲舞台上水姑娘啊，啊，白歌曲拄啊好吼，会恁有喜爱。这个热情的鼓声吼，嘛同款吼，会予咱一个啊鼓励啦。对啊，吼，有当时啊，吼，迄个鼓声若侪吼，迄个水姑娘啊欢喜落去吼，迄钱拢免领，够可怜，够可怜，哈哈哈，无可怜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啊，不过吼，嘛是同款啦。今仔日吼，咱这个鼓声，嘛予咱水姑娘啊一个鼓励以外，上最重要吼，咱的鼓声吼，也是要来赞助着咱今仔吼，咱这个宇宏科技，咱顶峰玩水信仰全球。啊，当然吼，咱的。林鸿文水星通公台行为很好，会当来适合庇护着咱现场好朋友。不管是在做生意吼，都有当安尼吼，生意订单才袂离，趁钱先就在趁水。啊，咱这好朋友都有当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，万事都会当交如意。啊，就讲我感觉讲吼，咱这个乐乐吼，那咧给咱安排迄种抒情的歌曲，嘿，特别好听。啊，咱的这个吼，他都有咱好朋友吼来边啊，讲要甲你点唱就是一条歌曲。诶，迄只吼叫做《原因》，我感觉这条嘛真好听。哈哈哈！哦，这条好听啊，对，拄好吼，迄个好朋友点到你会晓唱歌，因为我之前捌听你唱过。好，啊，尤其是咱乐乐的诠释哦，迄个感觉吼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好，啊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好，安排光片《原因》。渺渺海角天边。
票，万一难，谢谢哈。来，阿仔讲好啦。